了人，你的慈爱和信实为利，为何外邦人是神体在哪里？安稳的神在天上吹自己意志行事，他们的偶像是金银，为人受所作，他们又瞎不能言，又眼不能看，他们又耳不能听，又鼻不能闻，他们又手不能摸，又脚不能走，他们又喉咙也不能发声，做他的话，他人人靠他的也要如此。以色列，你要依靠神，马伦加要依靠神，凡日齐敬畏耶和华地，你们都当依靠神，因为他是你们的帮助，也是你们的盾牌。耶和华上眷念我们，赐福我们，他赐福的家，凡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主必赐福。愿耶和华叫你一件家产，自选一件赠托，愿你满工作天地，地耶和华赐福。天上的天都属于他，但他却是像大地都赐了给世人，世人不能赞美他。他都正直，众地也是不能，但至于我们